厉害耶，找到一根毛了，太变态了吧！好了，在宝华家附近买东西，我们要来突袭一下。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佩多的影片，他说我是一个有洁癖的女孩子，到底是不是如同他口中所说的那么的爱干净？阿图，你房间到底有多干净？也没有，不是说很干净，看到。顺眼就会弄一下弄一下。天哪，有什么？很强哎、欸！他强到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可以用舌头了。没有，不要！然后像这种东西很久没有拿起来了，我就会。哦，这一台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空气清新机。你也没有养动物啊？会有尘螨啊，会还是会有小灰尘。了解。好，那恭喜。是缝哎、欸。没事，很厉害耶，找到一根毛了，太变态了吧？是头发。找玩具时间。什么、啊？玩具在哪里？这什么玩具？等一下。那不能开啊！越不能开越想开啊！好多潘朵拉的盒子啊！这是一般的衣柜啊。啊，请请。哇！哇，好整齐啊！一个厉害的女生家里这种衣服就是不会发霉。为什么衣服？因为我家衣橱里面衣服都发霉了。我真的没看过，哇！下次去开箱，我去开箱你家。可以，装你一下，装你一下。我在里面有一个拉筋板啦、啊。看，连这拉筋板都这么干净，好像全新的。这个是封印住的东西。哦，因为我没有在看电视。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个这里地窖是不是？这就地毯。哦，又一只，今天发现了两只头发。哦，平常没有掀起来洗。继续喽。就是很多的豆浆跟蔬食。对，你是健康饮食。因为我很喜欢吃菜，我想喝豆浆，皮肤会变好。上面就没什么，上面都我拿来冰垃圾。垃圾要冰冰箱哦，不然会臭。会有食物，对，吃不完的先丢冷冻。对呀。直奔浴室 ，Let's go！ 哇，好白的浴室啊！真的是有点太干净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动了。哇啊！对啊，这个很酷啊！这里这个很漂亮，就是少女的。哇，可以，都没有油垢的吗？比较少弄很油的东西。这个在我们台语来讲，呛咖。呛咖。而且它很厉害哦，它这个柜子它用的。哎呦，这里谁会注意到啊？这里我不知道。啊，这个太严格了，这里谁要管？好坏哦，好。哦，终于没有抓到一个，你看哦，成就感。那你为我们示范一下，你平常怎么整理家里好？看到有头发太超过三根，超过三根就需要洗。今天剪到两根。有事情来一下。然后就是。我姐妹生日，我觉得很可爱，他们丢掉很可惜，就把它赶回来。那我们要走了，突袭完毕了，对啊，走了，打扰你了，抱歉，很干净。可是我只是算小洁癖而已，我还没有特别严重。味道很清新，很像在风啦，来到阳明山那一种。哦，太夸张了，这么多斤。那、啊、你上次那个嘞，没有你说配对那个吗？哎呀，没有，大家都是圈内人。我希望我另外一半是单纯一点的职业，其实我就喜欢宅男，就是稳稳定定的工作这样。对对对，嗯，好，走了，打扰你那么久，拜拜，拜拜。有吗？有很乖吗？有啦。等一下，我们已经在新游上面帮你找到一个男生，他马上就会到现场了。好。这样子蛮推荐用的，我在上面呢已经找到面的真实一个会员，没有那个很久。好，你要不要展现你的才艺给他看？什么才艺？你不是很会跳舞？好了啦。可以可以吗？我来。
男性去寺庙有吗？有很乖吗？有啦有啦。那好，我们去接他。Let's go, let's go. 大家，这个是大木八六，是靠中药汤，还有运动和睡觉。对，所以多睡觉很重要。未来有什么梦想？当健身房教练。你现在已经是啦，实习而已。你已经在你梦想的道路上。那大木是喜欢高的女生，今天来的女生170。那大木用 single 多久？没有很久，我是看到你的那个配对，然后我就下载。那你使用起来感觉？要用功放，然后是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女生，然后蛮好聊的。人很多，会很多了。你用 single 有没有一个礼拜？有超过。好，那我们来见面。哇，这是超高大的交叉，你们差了一颗头。我右手边送我们的香香 Mizuki， 那目前是模特。那在我左手边呢，送我们的大木博士。那目前全职是健身房实习教练吗？那我现在数到三，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。准备好了没？一二三。握手握手，他是大木博士。你好，大木博士是那个神奇宝贝里面的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只知道那个正电拍拍。你不够中二。正电拍拍是什么？你才不够中二。我不够中二。有够高吗？他喜欢高的女生，很高很高。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？啊，你喜欢吃什么？不挑食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铁板烧。大埔铁板烧。大埔就有一家。在附近有一家哦，那你也喜欢吗？就是都不挑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有空一起吃，大埔很好吃，而且 CP 值很高。对， CP 值很高，很家里的味道很好。你是什么星座？天秤。那你是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这个月生日，前天生日，大前天。怎么样？生日快乐。谢谢。阿、啊、你住哪里啊？我住台中，是上来读书准备的事情。哦，所以现在都在台北哦。对，在国军的。哦，健身房。当然。等一下有空填资料。啊，不是。还有参观。哦。如果你有，你有在，我现在要去健身。是吗？他要去他的健身房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总有一天合约会到的。哎呀，到了就看你的诚意，要不要换家？这样也很好啊。未来想干嘛？当健身房教练。真的、哦？对。你现在看起来很薄哎。对，很薄的。每天努力都在吃，都在动，多吃一点呐、啊。你看起来不薄哎、欸。对啊，我该有都有。有，多吃铁板烧就可以这样。可以可以，那你们要交换一下联络资料 ，IG 或者什么都可以。你的账号是？好，我已经追踪他。好了，壁咚186直壁啊！十秒十秒，看眼睛看眼睛。你干嘛？我看一下他的眼睛。哦好。十秒，准备好了没？来，二一go， 十。一，可以耶。可以。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紧张啊，恋爱的感觉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要来打分数，你先给好了，走。好，怎么样？整体看完，蛮大方，个性蛮好，蛮不错。请打分吗？现在是，现在先 give me five。哦，我看不懂他一直这样说。满分是十分，你会给他几分？8.5分。哦，蛮好的，蛮好的，还不错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因为他讲话感觉有点活在自己世界，很好，好玩，好玩的感觉。对，能逗乐。对对。哎，要换健身房的时候会不会联络他？会啊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我去问他。只有第一印象来讲的话，你会给他几分？1到10分。9.5。很高哎，为什么会给9.5了？身高过高啊，然后也有在健身，因为我喜欢会运动的女生。很棒，太好了。没有啊，他给的好高哦，9.5。真的、哦？真的、啊。怎么没给我10分？不要啦，已经很高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来说一个很简单的问：爱的 give me five， 你会不会？我教你，我教你这样子。爱的 give me five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拍张照，拍张照，拍。